九斤的吧，应该是。哎呦，小又小，抓死我的手了。你尝尝鲜不鲜啊？啊。这真是高价刺身。这一口有点奢侈呀。哎，你自己用手的你。那我自己吧，我自己。哎呀，拿住了啊，大沉浸了。哎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麻溜的。好嘞，好嘞，往下滴大水了。好了。这个花纹倒挺好看的，你挡我脸了。不准出镜啊，必须在镜头里。享受，享受，坐下，要表现出贼。